好了，这个是观众灵机一动想到的配置、哦、要来打我们的母亲的强大 extra， 就是魔族恩利尔那关。对，当初一出来让大家打得要死要活的那个关卡，现在水柱四张卡、哦、欺负过去、哦、来，第一关是巴康的无视减伤、哦、对，其实第一关就很紧绷了啦，因为他打27000无视减伤，当初也是难倒了一堆队伍啊。好，然后第二关这边是会把心转成自身，然后中毒，再加上25%盾吧，我记得还是20%，对，那这边的话就是靠着水柱的特殊回血方式哈，这个看起来是25%啦，只是他第一回合应该是没有 A 到25%才对。好，这个关卡如果不是因为那个啦，每次新卡出来都要被挖出来，不然我相信大家应该都也通关的差不多了吧。对，当初就是因为出了一个光弓盾，那时候差不多天元突破合作吧，光弓盾，然后那个无卡合体就不能打，蛮可惜的。对，不过我频道有发那个小西蒙的通关影片啦、啊、还有梅里奥达斯的，梅里奥达斯应该是稳一点才对齁，因为最后还有一个回复颠倒。好，来，接着是30颗光，然后风化要大于等于9康，来，这边应该就是慢慢跟他磨过去了齁。那因为要大于等于9康啦，所以这边水柱要想办法加到 combo 齁，不然被追打过来一样是很容易翻船。好，现在场上没有光珠，好，那也就是尽量去把那个风化消干净啊，这种东西很容易就是夜长梦多啊。好，还有23颗啊，这边就慢慢跟他耗啦，因为只要你有转到一坨水珠这样子掉下来18颗哦，那有加8 combo 基本上就不会串起来啦。因为他这只就是大于等于9康齁，而且这边也要等那个真士跳起来齁，不然下一关光弓盾这个一样是没有办法。好，剩13颗齁，慢慢来慢慢来。还有9颗，结果场上现在1颗光都没有，这个其实蛮白目的。好，这边有4颗，哦，这个风化的位置好像也不太好处理哦。2颗暗的位置比较尴尬，不过是还可以叠珠啦。好，来 ，OK， 这边剩下5颗哈，5颗要赌吗？应该是剩下3颗的时候赌才对哦，就怕真是那个变身下去，白目有没有？哎呦哎呦，这边哦，很惊险哦，很惊险哦，啊，看样子是消到6都还不会死去哈，追打3下都还活着。好，这边开记忆来有。这边有光珠了，哎，这边一定要开真士哦，因为下一关光弓盾，你没有开的话，基本上就是串起来了。好，25秒，好，来，这边要直接开龙克来绿珠了哈。啊，龙克带的是5装啊，3个都是5装啊，哦，那个真士带大炮，不过我觉得真士有没有带大炮其实没差啦。反正捡 CD 也不见得哦，能够在这一关提前开。好，这边有弄了光珠出来哦。好，来，接着这边的话，光弓哦，来这边就是靠真士了，好不好？好，这边版面转得不错哦。
好呵，好，有跌到，有跌到。好，这边21亿哦，直接带走。来，接着第四关。好，第四关这边是粘斧哦，加上五鼠盾。对，这边水柱是直接无视粘斧的哦，就直接灌过去就好了。所以这边是故意在隔开珠子吗？稍微洗一下。好，这边还目前还缺木哈。这一只 CD 很长 ，CD 很长。好，五鼠都有了哈，有吗？直接带走。好，有哈，这边直接转了，大力转起来。OK， 我这版面漂亮啊。好，直接带走。来，接着第五关。好，第五关这边是那个弓前盾，然后会引爆火星来自己增加自己的攻击跟防御。好，这边先开一波挡死。好，那等他 A 过来，好，这样子引爆，他现在有 50% 的减伤哦。欸，这一只有减伤吗？我就好像只是引爆火星，然后增加自己的攻击而已，没关系，反正看到骷髅头就是直接带走就对了，不要问那么多。好，这个版面也是消得非常干净。OK， 好，来接着燃烧哈，燃烧围城，然后加上强化盾。好，这边再开了一次副钢。好，这边带走。OK， 接着第六关。哎，第六关这边就是让你洗技能用的了啦。哦，它这边是有一个六回合生命倒数哈，然后弱转无效，加上红绿灯。好，这边不知道还有没有要洗哦，应该也没办法洗太多啦，因为在六回合之前你要进到王二，不然就是直接刷起来，王二才有附加消除。好 ，OK。哦，直接带走。来，接着王一就是那讨厌的回复颠倒了哈，真的真的很讨厌。然后还要手消全新嘛。好了，我们就来看这边能不能顺利把魔化的恩利尔直接带走哦。好，有隔开哦。哎，龙克也开下去了。他这边没有加到18康的部分哦，18颗没有粘在一起。好，那王二是神外攻击只剩 5% 嘛，那这边有真嗣 hold 着啦，所以应该是还好。好，这边一血过了，来二血齁，就是最后的大爆发啦。OK， 那感谢观众提供这一个水柱哦，三卡就还蛮稳的剧本通关魔族恩利尔 Extra 来给大家做参考，那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，好，最后又消得非常干净，我们就下一部影片见啦，大家拜拜。